你好，观众朋友，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围棋课堂。今天呢，我们将继续和方天锋八段一起学习高中国流的星位挂角攻防。好，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节目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围棋终极教室，我们继续讲布局。好，上次呢我们讲的是高中国流，这次我们继续讲中国流。讲的时间呢比较长，因为呢中国流是近代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布局，下流呢四五十年下非常重要，这个布局变化呢也非常的多，所以我们在中国流上讲的比较多。我们低中国流讲了很久，现在来看高中国流。高中国流呢，我们上次讲了这边的卦和这边的卦，但是这边呢还得继续讲，就是卦这一步。这步呢黑棋呢跳这个是比较简单，或者尖比较简单，但还是有很多观众呢对这个疑问。这儿的变化呢我们再摆得更清楚一些，加这步。注意，我们在低中国流的时候呢说过这个是不建议来加的，因为终极教室不建议加，因为碰进来太复杂，白棋一碰这个变化非常的复杂，我们作为专题来讲这个太复杂。所以呢终极教室低中国流建议是跳这个，而高中国流就是建议要碰，因为这样它变化并不多，就是碰这个。主要就是它搬的时候呢，高的时候它搬的时候呢，你有个断，它这个指高的位置呢并不好，因为它如果退呢，你可以打长就小尖，这是上节课的内容了，因为比较重要，我们复习一下。拐的话压，这它得退，你再退，它打接。他爬的时候呢关键你就有个压，这时候他不能搬，他不能搬，低的时候可以搬，因为他断的话就把它蒸了，断的话把它蒸了。而高的时候呢那不行，高的时候他就可以爬这一步，你不能补这个呀，补这个一挡下边就算死了，这五气对四气，所以他只能挡，挡的时候呢就生出来这个断，这样黑棋就崩溃了。他不行，因为吃的话长，他在爬二路呢，这个一打吃一扳，这个不行，这整个要崩溃，是上节课讲的内容。他跟这个高处呢就差这么一点儿，在压的时候他可以先退，他打粘爬，那再压的时候呢他就只能退，就差这么一点儿，但一般说来差一点儿就不肯甘愿呢，他就这时候再搬，他这个跟这个差，这个气松着，这个点呢就没有了，点就没那么严厉，这个点呢没有这么严厉，那这个气白棋呢就不错，只是说这个家呢下的就比较少的原因。碰这个呢他还有这个搬，这步搬呢白棋是搬这个，他接，你只有接他就接，他跳，白棋猜，那白棋呢守了这边，黑棋呢整个的围外边，是这样一盘棋。但是这时候这个位置呢并不是太好，他下一步不知道该怎么办啊，下一步尖住，那白棋呢长完，这还有个冲断，他就不像这个位置呢，如果是低的他跳住，这个形状比较完整，这也是说高的的处呢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弱点。还有就是白棋呢这步下的也非常多，白棋这个高处呢由于底下空虚，那白棋这步下的也很多，他靠，他除了靠没有别的办法，靠就搬，他退，没有退这个的，因为退的话他是顶，你如果长这时候他不会来搬，他不会来搬，这时候他就到这儿来飞，他用这个棋，这样呢白棋总是在可以在这个位置活一块，他可以先搬，因为这时候呢他如果他搬再飞还是要飞这一步。
黑这部白棋，你要再设法在这儿活一块，因为这个子已经预先已经有了，白棋就可以在这一带活一块。这一带活一块，白棋还是不错的，因为黑棋呢，这边呢有子了，这两边预先已经有一个子了，白棋在这儿活一块是不错。所以搬它是没有人退这个的，它都是长这个。长这个呢，过去还有人虎，现在没有了，因为虎的话它搬，那你搬它有连搬的有退的，这个子呢要送进去了，这样白棋不行。所以白棋呢，那肯定是长，长完黑棋断，那白棋就打吃挡，尖，打吃一接。这个子如果在低位的时候，那黑棋是不错的，黑棋呢有碰。有碰或者有引征完断，这样黑棋是不错的，因为呢底下呢白棋没有做眼的空间。如果在高处，那底下呢是有一些做眼的空间的。我们来看一下白几个变化就知道了。走成这样呢，白棋是先手，白棋一般呢是下这一步。白棋下完这一步呢，黑棋呢必须对这块棋呢进行攻击了，因为这黑棋的地盘到处有子，黑棋光靠这一块控是不行的，必须来攻这个，要不然这两块对跑不行。他攻的话有这么几个办法，一个是挂完了都，一个是冲，这个都有，但是冲的太难看，职业的一般下不出手，因为你冲断呢它会飞，它不会就那么挡，那你飞它会跳，它不会那么挡的，你冲它肯定不会挡，它就飞的跑，那你跑它就跳，这个变化我们也摆过，这样它跑你搬它还搬，这个黑棋从这儿一般下不出手，这个形状太难看了，它不会来下的。那这样呢，他就下出来有顶的手段，顶的手段，他意思是说，你如果一拐，他就一断，这样呢，你这个就争不掉了。你争这个，他跑，有这一个子就争不掉了，对吧？你再吃他跑，你再吃他跑，有这一个子争不掉了。这顶的目的，顶嘛，白棋呢？开始呢也有下这一步的，白棋下这一步，那黑棋就断，但断的时候呢，白棋呢可以弃。白棋就打吃，你长他就压，他就准备弃这几个了，你搬他就搬，你如果你退的时候呢，这时候他就来拖，拖一下呢黑棋呢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黑棋如果挡住，那以后呢他这打吃是先手，你得粘住，他一做眼，这就明显是个打劫，这里头呢就一个打劫活。你要想吃它立，它就团，这样就打劫了，你打它打，这是个打劫活。而且你立的时候注意，立的时候呢不能搬，搬的话它挡一粘一打，这个要死，所以你立的时候它团，这个地方呢是个打劫活，但是它不会马上打，它就先拖一个，你如果搬了它就不走了，留着啊，留着将来的时候呢一打吃一虎，这里边有个打劫活，它留着这个它再来挣这个，先来走这边。黑棋呢断了好几个呢，被白棋吃了几下压了一下呢，这边现在呢是白棋可以攻黑棋了，白棋子比较多，而黑棋呢这边没有吃干净，这是黑棋呢不太满意的地方。这个子如果在低位，那他就一路退，那就可以把这个呢完全吃干净，再差一手棋呢差的很多。这是高处的缺点，攻击为控容易，但是人对方呢做活呢也更容易一点。这也是实战对局，搬退也就这样下过，白棋就来拖。黑棋这时候如果挖，那以后呢他也不走了，他先拖成这样，时机成熟呢白棋可以吃这个，你粘住的话他就往外退，你得把他提了呀，不然被他一粘，这儿要阻获，这儿要一拐打受不了，被他粘住之后，所以他会把他提通了，提通了一猜，这白棋呢已经比较具备活性了，因为一二三四五已经围了六个了，那再稍微呢往外跳一跳，那眼威就没问题了，这已经是活形了。但是后来呢他一顶呢，白棋这步呢又老觉得下不出手，他不肯往这儿下，为什么呢？黑棋这非常硬了，这步棋呢价值太小，所以他呢很多时候呢他也不走这个，他还是飞这个，这样你冲这个的时候他再跳这个，他用这样
这样的来下粉，往外刨呢也是整个几块呢用全部是对刨，有机会呢它会封，你比如你贴这个的时候它就可以考虑封这个，它先封，那你还得接，那就挡，哎，这样下挡。不愿意来弯这个，这是说你有的时候看棋的是要注意，他并没有说这步不行在哪儿，他只是说从棋的感觉上说很不愿意下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呢一点用没有，所以顶的时候他很多时候也飞这个，就是说这步也可以。那总的结果呢，白棋呢无论是碰一个还是挂一个，白棋的结果呢都可以接受。那黑棋呢也有走这样的话，黑棋呢也有走这一步的希望呢，离得它更近一点啊，走这个呢白棋也有靠，一样的，白棋也还是有靠，靠的话扳的下扳的情况也一样，这个的情况呢也差不多，它呢退这个呢它是为了退，但退呢白棋压过来，它挖，你打吃。它粘啊，这立是要点，立下来，这棋立是要点，二字头不能让人家扳，气是紧的，不管它走什么脚，一拐这个脚都变成白棋的了，这个肯定还不得了的事儿，这是肯定不行的。那它会爬，爬的话呢，白棋在虎的这一步，黑棋这一步是黑棋的权利，黑棋会尖了飞过，飞过之后，那白棋再一猜，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大约围了八个是非常重要的，大约有了八个呢，这块就活了。这块活了，那黑棋这个子的位置呢就不是太好，那这一代作战呢黑棋就失败了。这样呢我们就得出来结论，高中国流呢你下这一步呢是没有问题的，可以下这一步，大不太怕加，当然呢他硬有尖这个的，有跳这个，也有个别人呢也下这个的，这一步也见过，这一步的话你就挡下来没什么关系，挡他如果贴你就长，不管他走什么你就拐一下让他跳啊，黑棋这呢白棋这个拐弯呢也挺厚，他就没有什么太了不起的下法了，这样呢他下的比较多就是跳跟尖比较多，加呢相对少一些，自从呢发现了这个靠断之后就下的比较少尖跳，这是呢现在的结论，但是有棋呢比较复杂，也许呢过了七八年十年八年过个几年，后来又发现了这一步呢突然又能下了，因为呢这个靠断还是靠的时候呢断呢黑棋又有什么厉害的招法，这个一下子看不出来，因为一个局部呢就跟当初这个大雪崩定式一样啊，开始没人下了，因为发现呢吴清源发现有一个内拐啊，就觉得白棋便宜了，但是过了多少年呢大家又开始下开了，因为大家又发现了其他的一些下法，所以围棋的这个局部呢也是这样，你呢也是说现在讲你现在听的以现在的研究结论它不怎么下这个了，也许过个七八年也许五六年现在节奏还会考更近一些，又发现一些厉害的招法或者一些好的下法，那慢慢也许又会有人下，那现在的情况呢还没有发现，所以现在挂呢它就是这步跟这步下的比较多。这一步跟这两步的区别呢还是有一些的，有一些，一个是说它如果尖那它这块呢就围的会大一些，但它就会空虚一些，它如果跳那么就是说这块呢以后呢发展就比较不重要了，围的它反而围的小，这块就不重要了，它主要和这边的下法呢就有关系，因为它走比如它现在说呢如果尖这个那白棋呢肯定是猜，所以黑棋呢就两种，一种呢是继续扩张这个，这步下的是非常多的，一种呢是从这儿挂进来
就是这样的两部下法。这两部下法呢都有，我们呢先看一下走这个是下的比较多的。下了这一步，那显然白棋呢一定会从这儿进来，白棋就会从这儿进来，这步是。那黑棋呢这地方是尖或者飞，这两步这种棋呢注意一定不能加，因为你加的话它点角，你如果挡它就爬。这样这个定式下完之后，这个子的位置呢一点也不好，你要判断一个子位置好坏，你就是定式下完之后你来看，下成这种样子你肯定不会来走这一步，你一定去是挂角啊飞啊，会走别的，你这个子的位置现在就不好，因为你不会往这儿下，就说明这个定式下完这个子位置不好。这个子位置呢也有点近，这么看来呢就不如在这儿好，这个子位有点近，但这个子还不要紧，最主要的是这个子位置不好。那黑棋这个子位置不好，白棋呢没有什么不好的位置，这个也还行，这个这些都是好位置，所以这个布局是黑棋不行的，所以黑棋就是说明黑棋加其实不能考虑的。点角那就加，挡这边不行，我们来看挡这边它爬，那长它会立飞住，这个下完呢你就看出来这个形状呢这个子位置并不好，这个子位置呢就不如在这儿，不如在别处好，这个间隔太窄了，所以这两边呢不大好，它只要有不好的位置那就说明这个定式选择有问题，因为白棋没有什么不好的子，你黑棋如果有一个子明显不好，那这布局呢就有问题了。大部分情况下只要在这儿是不往这儿挂的，因为它没有拆二的余地，在这儿那就很多时候会挂进来，因为毕竟还是有拆二的余地，挂的时候是比较多的，直接点的不是特别多，也有些呢喜欢下，但是不是太多。挂最多的那就是飞，这个飞完之后呢它呢是猜哪个的问题，有猜这个的有猜这个的，这两步都有，它跟这个子呢有些关系，跟这个子有些关系。它这个子呢如果在这儿，那它猜这个的时候呢它呢就只能猜低了，因为这个时候你如果它飞你还走这一步，它有这一步就比较厉害，它走这一步，你如果挡它就顶过来，你挡它就搬，在这儿它就搬，你如果接他就再退啊，这样呢他把这儿呢把外头来走住，他可以有尖冲爬顶搬，有这样的，也有呢点完了压回去的，冲他就挡住，你挡他还接住，这两种下法都有。有这一步比较厉害的，那这时候呢他呢就会跳，他不要了，有的时候因为你这儿已经有个飞了，那他你尖冲的时候他这个不要了，怕被动，你跳出去那黑棋呢就把它吃掉，他就继续往外跳，他把这块走后了，这样的实战呢见过这样的对局，那么好坏不明，这个样子好坏不明。飞这个他大部分呢会拆这个，因为他避免他这一步，他拆这个比较多。拆这个呢黑棋有几种下法，也有正的也有尖的，如果尖他就长，这时候要注意呢不要跳这一步，因为你跳这个的话他就会靠，这个情况下有个靠的手段，跨你如果冲他就断，这时候注意呢你不能长这个，因为你长这个它就长这个，你打吃肯定不行，因为你打吃它就长，你吃这个它看它拐打是先手它就搬，这样黑棋不行，你拐打也行，拐打你提掉也行，接下去搬，这两个死了，这样肯定不行，自己的脚被人家吃掉了。不能打吃，加也不行，因为加的话它也是压，那你吃这边它搬下去，你如果搬起来
啊，有的时候也没办法，难看一点，但是现在能挡下去。你吃它拐，你接它吃掉了，还是不行。我夹也不行，拐的话不够气，拐它退，它拆这个呢就是这个原因，拐它可以退，你爬它就挡住。这时候你吃它就长，你这下打不到，要打着，打着也没用，因为打着的话它增值也不利，即使是增值有利的时候呢，还可以搬这个先手把增值消掉，所以拐出来也不行，所以他这期不能尝这个，注意也不能打这个，打这个肯定不行，给他外头一打，你提了之后呢，他虎啊接啊都可以，这样黑棋不行，所以你跨段的时候他就只能退这个跨段，这个基本上像是局部定势的情况，但这个下法一定是这儿有子，就只有这个局部在下，他退这个，退这个呢白棋粘，黑棋这个要拐，因为吃的话他不知道吃哪个，如果吃这个给他一挡啊，比较亏啊，所以他会拐。拐的时候呢，白棋要注意这棋不要挡，挡的时候呢，他会吃这个，这样他这块就完全厚了，这步不能挡，不能挡，所以这个时候要先搬。他如果拐，就长，他保留这个搬，这边就弱的很多了。这时候呢，白棋不能爬。因为爬的话它长，如果你再爬它再长，爬一个呢亏一个，因为呢它是在三路，一个是在三路，另外一个这个子的位置不太好，这个子的位置不太好，自己都飞到二路去了，这个再爬过跟飞是一样的，这个减了，而且关键在黑棋的正势中呢，那白棋可以轻松的活一块啊，这样这块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块死活就没问题了，但死活没问题，这样白棋呢布局就领先了，白棋呢会来飞这个，这样的布局是白棋好，所以黑棋呢不能爬过，把它爬得太厚了，这个爬过不行，自己多了一点木，但给它爬得太厚了，如果能跳过但还可以，但它跳不过去，即使再爬一个也跳不过去，这个还是不能跳，一跳的话呢给他呢有冲断的手段，他冲断，冲断你不能吃，你只能粘，粘的话呢那他以后飞呀尖呀都是先手，你这还是差一手，因为你不能打掉，因为你打这个的话这边要出问题了，他吃这个是先手，再爬这个你就有问题了，对吧，你打他打提着他挡住，这样黑棋这三个不够气，因为他长也行跳也都是差一气，跳他就挡，那他打拔，打拔完就立下来，他打他不能虎，他只能打，打拔完呢他有一立，你只有点，要不然他一粒活了，你点的时候呢他有挖，你打吃他就打，你提了他打吃啊，白黑棋已经很厚了，他里头呢他有个这正好有个不入气，他不能吃这个，你看他吃就接住，再吃他就提了，这种情况他有个不入气，他吃不进去，吃不进去就比较麻烦，这样打劫不行，你白棋是无忧劫，白棋这连这个字都会提了，白棋是无忧劫，黑棋呢本来就是黑棋的地方，别处没占着便宜，这样脚上还有个劫，这样黑棋是失败的，因为这种情况下正确的下法搬拐长呢，正确下法就是飞，大部分时候就只能飞过，飞过白棋等它飞过的时候再挡这一步啊，这是次序，再挡它会吃这个，下成这样，那么白棋呢大部分时候呢就不走了，这个子没有，大部分时候不走了，大部分他会补住这个，哎，跟他抗衡，这块呢黑棋还必须攻他，要不攻的话控是不够的，黑棋呢再点进来攻，那白棋再跑就形成了攻防战，攻防战这样的布局呢白棋还可以，白棋就只要把这块处理好就行了就行，这样实在也有人下，白棋把这边围住把它压扁，总的说来这样白棋还是不错的，因为相对好处理，这两个子是可以弃掉的，这两个子可以弃掉，这儿能围一些，这边能围一些，这个局部白棋不错。
一挂，它一飞一拆的时候，有直接震的，他就发现这儿是要点。它这个震呢，主要是为了防止它跨啊，震这个。震这个呢，白棋呢不怎么飞。如果在这样的情况，它会飞，因为这儿呢比较大，因为它尖呢是为了注重这边，所以呢白棋这时候飞进来还可以。如果跳这个，它就不肯飞了。因为飞进来呢二路太扁了，它是跳到这儿，因为你飞进来呢它就会盖住，你搬不动，搬它虎搬不动，你说退退的话呢，它就把它整个的就全压住了，压住了之后呢你还会得走这边，不管是尖呀是跳呀，那黑棋呢就转换了，这边不要了，整个来围这边的阵势，这黑棋的方向就变了。那么白棋呢还是跳这步居多，还是要从这儿出来。出来呢，下步就不能让再飞了。下步再一飞，啊，这儿的空呢就有问就不行了。一飞，这儿的空也没了，这块呢外势也没了，所以这时候它会尖，它就不利了。你尖，它就尖，拼命把这块走活了。你搬，它就退。然后你飞，它就把这块跳。中国流的要点呢，就是一定要把自己大部分情况白棋会打进去，那打进去的时候呢，你就一定要把这块棋呢做得完全活了啊，没棋的时候还要继续补。你看不出来这块棋会有什么危险，看不出来，但是说呢它比较薄，比较薄呢你可能从别处打进去呢，以后的发展呢对这几个呢就会有所牵制。你如果现在说这棋不走死不死呢，不走是肯定死不了的，吃不掉，但是说它不活，不活呢就有被攻击的危险，所以这种棋呢还是要跳，要把自己这块棋呢完全的补活了。你只要完全一补活，你无论是从这儿打还是从这儿有手段，比如说这一步，这一步都有，这步都挺厉害，这个或者说这个你就可以进来来削它这个。如果这边大，你就可以从这儿来，然后根据它的情况，它是要有可能把这个字拿下来，或者有可能活脚，这儿也它也弱点。你这儿呢就不用说了，这儿还可以进来拖呀，还有一些进来。因为中国流黑棋的子呢张的都比较开，尤其是高中国流的时候，它各个子的位置呢都非常的高，高了的缺点呢下在四线的高，高的缺点呢就底线的容易被打进去，所以呢它一定要下的呢要把自己的棋呢完全补好之后，那它就补不过来了，这是说一定要把一块棋下唱的。所以它震它就跳，然后它尖它就尖，这个是在实战的对局，它飞就跳，这是这样的一个布局。黑棋接下来会挂，会挂，反正也守不住，它就不守了，会挂，会走别处。但有的时候呢，在这儿的时候，那它一猜，它又不肯震了，因为一震呢，被它直接就飞了，所以这时候呢，它会尖掉。尖掉之后再来震，尖掉再震，这时候呢他就跑，他就跳，还是刚才说的，一定要把白棋这块棋呢完全的跑掉，把这块棋完全的跑掉，跑完之后那留下呢各种各样的这边或者这边的毛病，就可以呢去打入它了。比如这样的棋它不补，他有人不但他一定要跳，实际上呢根本就死不了，他们死不了，但是说他要把它补活了，补活之后他就想着这儿也能打入啊，从这儿打进来，从这儿的点，然后从这边打进来，就是说这样的他就跑唱了，找机会再去打入黑棋的阵势。好了，今天呢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好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围棋课堂的全部内容了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。您现在收看的是天元围棋频道。